服的，但它就做得很隐形，就是这种拼接式。我觉得这种拼接式就是最适合，你们想要产后要继续穿的是完全 OK 的，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来是薄底。那这样补，而且它这边做设计是先圆，然后再尖，跟一般的不一样，一般的都是尖尖的开叉，或者说平平的啊，对，没什么特色，嗯，这个是这样子，就比较可爱一点点，是不会到很厚，但是算是秋冬的这种材质。这是一起卖的，对，一起卖，它是套装一起卖。对，然后裤子它有做一个车线，而且还有前开叉哦。对，它这边有。你现在应该还没看过那种哺乳套装有开叉的哈、哦。这有个小开叉。没错，今年新款。就很实穿，台湾的秋冬超实穿。穿到身没有问题了，看到吗？材质好又可以穿到身。对对对，这个很适合这样配，我那天是这样配。你可以这样子配。哦，你可以自己这样配，就很休闲。这是刚刚我穿的那一件。海管裤，所以你可以搭你这件。非常时髦，非常的时髦的感觉。你们也可以拆开之后，下面配牛仔裤，然后天气如果是比较热的时候，你可以配个牛仔短裤。后面就这样了。裤子下半身就是我分开搭的，小婷是167左右，对，所以她穿会比较，你看她的，太宽了。它穿起来大概是这样子，有脚踝上一些些，然后我大概就是盖住脚踝，轻燕158大概盖脚踝，然后咯，然后这个的话你它就是因为松紧，所以反正就可以依照自己肚子大小来抽绳，对对，好，那我看下一套。